呀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个视频中你们看到了几只海螺？请在下方评论出来。能够拍到这样的视频，其实我心里特别高兴，因为能够把最真实的赶海画面带给大家，也特别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双击小爱心。如果方便的话，再添加个关注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。Hello， 老铁们，这两天天气太热了，今天我偷了我爸的一瓶冰镇小啤酒过来灌个螃蟹冻。这要是灌出来的话，那直接成了冰镇醉蟹了。这个作品就不要双击了，我怕上热门被我爸看见了会打我的。添加个关注吧，马上赶海直播了。朋友们，这儿发现了一个八爪鱼的洞，里面指定会有货。今天去超市花了2.45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来灌一下，这要是灌出来的话，直接成了焦糖八爪鱼了。周末在家手机连接 WiFi 的话，就请留下一个双击小爱心吧，感谢啦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海胆捡到这个程度，这道菜基本上就算完成了，还差最后一步，你们知道是哪一步吗？进来的朋友双击可以增加你账号的信用分，使你早日开通直播权限，作品早日上热门。再添加个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抓海鲜了，双击了。很多老铁私信我说到底灌出来了没，那么结果来了，被啤酒和辣根灌过的螃蟹异常的凶狠，把螃蟹哥的手都夹得稀碎。如果一会儿出货了，能不能留下一个双击小爱心，再添加个关注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，感谢大家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来到海边发现一个破碎的玻璃瓶，可能是风浪太大了，把它拍到石头上拍碎了。螃蟹哥怕扎到别人的脚，二话不说选择给他清理干净。进来的朋友看到这么正能量的视频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，你也会吗？点右上方的头像添加关。上货，正在直播中。喜欢看户外赶海的，点右上方的头像添加个关注。正在直播中，精彩的赶海直播带给你。作为一个海边人，通常吃海螺的时候，肝和苦胆是不用去掉的。这样吃过的朋友扣一，没这样吃过的扣二。像螃蟹哥这样蘸着芥末吃过的扣三。进来的朋友能不能帮忙攒够500个小红心，添加个关注。正在直播中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。赶海的时候抓到两只螃蟹，像这样颜色发浅的是不肥的，大家在买螃蟹的时候这样的千万不要购买，而这种颜色发深的肥度就相当可观。对于这种不肥的螃蟹，通常我们的做法是直接放回大海，不知道这样的举动能不能换回大家的一个小爱心，再添加个关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您正在收看的是渔村户外赶海抓螃蟹的直播现场，螃蟹哥正在掏螃蟹洞。进来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心情好的话，请把上方的红心加号点一点，要不然看不了精彩的赶海直播哦。上午11点左右赶海直播喽。每次赶海的时候，都有很多朋友问，螃蟹腿断了之后还能长出来吗？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螃蟹腿断了之后它还是会长出来的。如果这个视频有说服力的话，能不能换来大家的一个小爱心呢？感谢啦，添加个关注，看赶海直播了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啤酒灌蟹到底能不能灌出来，马上揭晓答案了。咦，好像真的有螃蟹，这要是抓出来指定就是醉蟹了，能不能留下一个双击小爱心，感谢啦。这位螃蟹兄都喝这么多了，再来一口吧，投一投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天气开始变冷，海蛎子也越来越肥了，这要是挖回去配上萝卜丝包顿饺子吃，是不是会把隔壁邻居家的小孩都馋哭了呢？进来的朋友有没有想体验一下这样挖海蛎子的？如果有，请留下一个双击小爱心，再添加个关注，看直播喽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这是一个螃蟹洞，但是没有掏出来。如果你选择继续看完的话，那么请留下一个双击，再添加个关注。为什么总要双击呢？因为双击多了可以增加你账号的信用分，使你的作品早日上热门。双击吧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刚到海边就发现了一只小螃蟹被海葵给逮住了。看到这一幕，螃蟹哥可不希望他的弟弟就这样被海葵给吃掉，觉得螃蟹哥做的对的，双击屏幕点燃一颗小红心，再添加个关注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喽。 Hello， 朋友们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俗话说，这野生海蛎子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这样吃过的朋友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双击不是要的，如果大家喜欢，自然会点亮一颗小红心，再添加个关注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喽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种鱼在我们当地叫牛舌头鱼，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这种鱼吃之前需要把它上面的一层皮扒掉，然后裹上面糊，油炸一下，把隔壁邻居家的小孩都馋哭了。这个作品就不要双击了，要了也没人给，添加个关注吧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喽。朋友们，今天过来放蟹笼子了，这
这蟹笼子放下去有半个小时了，咱们收上来看看。进来的朋友帮忙点亮一个小红心。马上精彩的赶海直播了，来上货。哇塞，好多螃蟹。Hello， 老铁们，正在撬的是长在石头上面的野生海蛎子。进入秋天之后，它会变得越来越肥。把它挖回去，做个海蛎子豆腐汤或者包顿饺子吃，估计进来的朋友都会情不自禁地留下哈喇子，并留下一个双击小爱心，添加个关注，看精彩的赶海直播喽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新鲜的蛇头鱼，它的皮是比较难扒的，扒开后鱼肉的颜色是鲜艳的，肉质特别的鲜美。吃过的扣一，没吃过的扣二。进来的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个手拿着手机，那么就用大拇指朝着屏幕点两下，感谢啦！再添加个关注，看赶海直播喽。